再等下去就怕来不及。耶，天气说变冷就变冷，趁现在做几场甜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娜娜。娜娜杀青后的染发剂来喽，总是在杀青后有综合症，这好像是第一次染这种，挑战自己的发色。看看，这就是漂完以后的颜色。这位金发妹妹还存留了24小时哦，看看我的金发造型怎么样，有没有女团的味道？是的，就这样，我就又变了，感觉抹完以后有点像一个火龙果妹妹。好了，展示吧。一天一个发色的我，你们觉得哪天好看？拜拜，下次给你们后续哦。